这是什么职业？具体的细节还不清楚。血网追凶，掀开不死之谜。All my work is in her body. 掩护我！掩护！被封印的回忆，暗藏杀人科技。我叫你查那个人，查的怎么样？不知道，他的档案被人加密。你看我干嘛？别吵！Kill him. 成龙，罗志祥，血战未来机器。You've turned me into a monster. 这个事情比你想象的更严重。我是在保护他，他不需要你保护。周末首映，《机器之血》，星期六晚上9:30，卫视电影台独家首播。